黄宝琴，黄宝琴，这个送给你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饮料吗？这个是《冰雪奇缘》的果菜汁哦，它上面有艾莎哦，这个是新的，你看，这个是火灵，我们昨天看到的火灵。火灵。对，火灵，这个是艾莎，新艾莎，这个是。新的艾莎。啊？是他换衣服了。对，换衣服了，这是火灵，你们要不要喝啊？要不要喝？想不想喝啊？我喝这个火灵。你要火灵哦，弟弟，你要喝火灵吗？我要喝这个。你要喝艾莎哦，那我把打开给你们喝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这个是艾莎的。对，这是艾莎的果菜汁啊！你看它上面有艾莎，有火灵，跟那个王子，还有那个小狮，看看里面有没有雪宝，好不好？看看里面。我们把它打开了，看里面有什么。然后你跟弟弟分，你们两个都分一分哦。来，弟弟。他不是王子哦。农夫吗？来，有雪宝。哪里？这里有雪宝。好，那雪宝你留着，你喜欢雪宝。来，雪宝我也很喜欢，因为雪宝才搞笑。好，那你留着。来，弟弟，这罐给你，这个是迷路的，给你好不好？那你想要什么的？火灵的好不好？给你好不好？嗯，这个给你哦，火灵的给你。我要看一下这两罐是什么的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一个人三罐哦，一个人三罐你。好，那你拿了哪三罐？我看一下，你拿的是雪宝的，还有火灵的跟艾莎的。那弟弟的，来弟弟你看一下。我都是蓝色。对，弟弟拿的是，弟弟拿的是麋鹿跟这个叫什么？这是安娜的男朋友，他叫什么？是弟弟有两罐是一样的，一罐火灵的。好，弟弟你要说好，这是你的。好，姐姐你的你也要说好，你的有三种不同的图案哦。